新版头目大拷问，请出来挑战，来难为我呀，来呀。绝美，性感，有才华。参加青年二十，是我最绝的决定。首先，这个绝是我有了很多绝妙才。然后呢，其次这个绝就是大家真的很绝，就是能 pick 上我喜欢我，然后我收获了很多喜欢我的粉丝。然后呢，最后一个绝就是哇，我眼光好好啊，参加这个节目这么多人看，然后自己也收获了一些成长。对，所以真的很绝。出门必带的三样东西：手机、口红、香水。吃冰棍儿，吃雪糕，吃啥冰？开玩笑。夏天必做的三件事情：游泳，吃冰棍儿，然后穿漂亮的衣服。第一次听到自己唱歌的时候。三种食物：披萨，然后蛋糕，饼干。这个女人是谁啊？这么美，好漂亮哦！我好酷，我怎么可以又酷又性感？还傻？单眼皮最大的优势就是只能看见别人世界的四分之三。最爱吃的新锐，这个叫什么大米饭之光，最抠门的我们在里面也花不上什么钱。对，最抠门的是节目组，最臭美的是我呀我呀我呀，最合拍的好难呀、没关系，来难为我呀，来呀。最合拍的戴萌，最可爱的我呀我呀我呀，话最多的我呀我呀我呀，最欠揍的是你吗？哎，等一下，最欠揍的就不是我呀了，最欠揍的就是我看他们一个个都挺欠揍的。对，最不舍的预言吧，因为预言他成团了嘛，所以可能通告会比较多，然后平常可能会出来玩的时间比较少，我怕我没有时间和他常常见面。对，最搞笑张天心很搞笑，我跟你讲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很搞笑，但实际上他太搞笑了，他的搞笑基本上就是可以和孙瑞就是怎么说呢，一起讲一个相声。我太难了，就是每一次看微博评论的时候，我都想说我太难了。对，因为他们真的很有梗，很沙雕。对，我想到一个梗，就是我出来以后看到，就是一个小视频是Ella 老师和 Johnny J 老师互相闻头皮的视频，我震惊了。天哪，你刚刚做的动作我也觉得你知道吗？就蛮好玩的是吗？我闻到我的头皮的味。还是你的？是我的，闻闻看，闻闻看。小朋友，你是否也看到？哈哈哈哈哈！你的浓度跟我差不多，不要闻到我的。所以我想问一下 Johnny J 老师和 Ella 老师，谁的头皮更臭？天啊，我是不是有点太犀利了？像我这种自恋的人呢，就是都非常的完美，对，就是都是很棒，好吧？对，没有顺序。隐藏技能太多了，
比如说会修图，会写文案，会拍视频，嗯，还有会拍 vlog。我的超能力就是超有能力。